日本创意游戏又来啦！各位玩家是不是有点玩腻转珠游戏了呢？没有关系，因为宅速配今天要为你们带来一款另类的消除游戏哦，而且玩法非常的特别，玩家们可以用一字形来消除以外，还可以带领怪兽进攻。究竟这款游戏在日本有多么的令人期待呢？赶快一起来看看游戏画面吧！日本游戏大商 Granga 近期宣布了一款新型消除类游戏 Pokoro Dungeons， 目前在日本可是期待度爆表哟。本作是一款益智型 RPG 游戏，玩家可以培育各式技能的怪兽与伙伴，并且有武器锻造等丰富系统。除此之外，战斗模式也非常特别，与一般转珠消除不同，玩家们必须通过串联同色珠来引导主角与怪物们前往目的地打怪。移动的同时，主角会对邻近的敌人发动攻击，随着连结的方块越多，攻击力也会越高。官方表示，本作内含有200种以上的魔物登场。此外，游戏中也准备了多达500种的武器防具。游戏预计于春季就要登场，目前正在开放事前登录，有兴趣的玩家们不妨到日本官网率先拿好看喽。